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百货公司呢将货品的成本哈加五成，五成就是 0.5 啦，成为定价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成本是一的话，那么定价哈就是 1.5 啦。好，然后呢再把定价哈这个呢打八折，打八折就乘以 0.8。那获利是100元啊，若成本是 A 元的话，那么依提议呢可列出什么样的方程式呢？那如果成本是 A 的话，那么定价就是 A 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1.5 再乘以 0.8 了。好，那现在呢以定价售出嘛，结果赚了100元，也就定价减成本等于100元，也就 A乘以 1.5 再乘以 0.8， 我打八折，减掉呢成本 A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00元啊。所以可以列这样的方程式。